各位，今日小说，今日11月22日，农历10月初10，迎嚟小说节气。小说系冬天嘅第二个节气，此时中国北方北风逐渐强劲，初雪或者降临，万物冬藏，天地寒冷，人们储备冬菜，腌制腊肉，品尝糍粑，共度新冬嘅时光。何为雪？何为小雪？月令72候集曰：小雪，十月中，雨下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；寒气凝结而为雪。寒气在冬天的日子里面化作雪的姿态，瞬间冲淡了冬寒的悲苦，甚至带来了冬的欢欣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。小雪顾名思义是指这个时节的雪量还不大，这个时候阴气下沉而凝结为雪。不管雪有没有来，雪总是带给人们别样的心情。不来的话给予了人们的盼望，来了的话给予了人们的欢欣。小雪雪满天，来年必丰年，这个就是农耕人士对雪在小雪节气当中应时而至朴实的赞美。小雪在中国的习俗，围炉煮茶，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佛火初红，寒冷的冬夜入面同所爱的亲人围炉而坐，漫谈闲事，是暖融融的幸福，储备冬天的食物。民间有小雪封地之宴，此时人们开始储备越冬的食物。中国北方还有品尝糍粑的习俗，十月朝糍粑碌碌笑。小雪节气仍不一定有雪，但此时的天气总是提醒着人们，冬天的第一场雪正在酝酿当中。这个时节的阳光有一种干燥、纯净、淳朴的味道，晒到人懒洋洋舒服。此外还有暖身暖心，珍重添衣可以暖身，有爱可以依靠可暖心，落雪为念，唯愿君安。今日11月22日，中国节气小雪。